同学，你认为现在世间最珍贵的宝石是哪一种？或是所谓七宝，哪一宝？七宝哪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还有什么？赤珠，还有一个什么？金珊瑚。好，打比方，哪一个你认为最珍贵？学佛了，这些都不珍贵。你要娶新妇的时候，你得去拣一项珍贵。你还是有分的啦，对不对？这是价值嘛，这是价值观使然。哦，那你说这七宝我都不要，我要钻石更珍贵。这个就是个别喜好的价值认定，这个是物哦，这无情的。你是不是会有分爱物？你今天学佛是不是要有帮助你学佛的法器，叫做念珠？你会选哪种质量的？哪一种质量的念珠？不会选金呐，因为人家会抢；也不会选银，因为它会氧化。你是不是会上面马上有它的价值认定？有没有？这些价值认定，给你打个金念珠如何？你看，因为还习惯，你要害死我，出门会被抢的。啊，玻璃呢？好像会破呢。玛瑙呢？玛瑙来做手珠，好像不大对吧？是不是这样一直解释下去？其实这个里面就分你的乐意跟不乐意啦。你会根据个别的使用功能跟你给它的价值的认定来解释它，这是不是物跟你的关系？所以你任何看到一个物件，我们现在随意举例啦，好，随意举例，你看到任何的物件，马上很冲动哦，其实都一刻都不停留，就马上会有个认知放进来，这是一个错误的修行模式。这是一个错误的修行模式，记得好，保留口诀要练起来哈。空的正见生灭，这样知道吗？中间的距离就是空的正见，而只认生灭，物即生灭。好，生眼修眼根就是这样修哦。哦，再来看，所以你的这个爱跟物，就是喜欢跟不喜欢，一。不影响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而言，这些你应该一概的把这些高高低低的这些讯息回归到它，毕竟可以不用存在，它存在对于你而言不需要特别去定义它，它的存在是没是非的，你定义它跟你的关系也没有多大意义，这样的意思，这样知道意思啊？那如果是它是必要的，也就是维持你生命能够存续的基础，是建构存在很重要很重要的物品，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无来修它，就要用无来修它。超越所谓高级跟低级，超越好跟坏，超越美跟丑，超越它的对待性，超越你心中原来的认定价值。如果这样子的话，也就无了，也就什么都可以。你今天喝水可以用哪几种东西来喝水？你可以用哪几种东西来喝水？杯子、碗，对不对？脸盆，脸盆为什么不能喝水？它只是大一点而已啊，你水放少一点啊。总归而言叫容器，
如果没有容器的时候，用什么喝水？用手，手也可以拼拼凑凑成为容器，对不对？那杯子一定要有高脚低脚，一定要有质料，一定要有款式吗？是不是这个上面是不是就自由了？是不是就自由？所以这个地方呢，要羞于维持生命基础的这些物质跟自己的关系，也就是用无来修，用超越，一概接受，没有是非，这样就简单一点啦。接下来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色是有情众生呢，也就是有情的，刚刚是不是 以无情 而言，如果是有情，这个也叫色法呀，但基本上它连接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叫关系法，也就是意。那个意是过去肯定跟自己的生命的血缘关系、生存的情爱关系结构起来的这个色法，也就是众生。啊，这个众生呢，因为已经有了关系法，它有情感因素在里面，所以跟意识结构不是单修眼对色，它必须合并去修眼对色跟意对法合并来修。这个上面的重点呢，要从哪里下手？从关系法下手。关系法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关系法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第一，为保护自己的色，所以要对方存在。我这样说，同学你可能有一点不好了解。如果你不是为了保护自我的存在，对方不存在也无所谓啊。你因为特别爱自己的色，才会想要对方的色也同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没有四大这个色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要对方一直存在？要求不大啦，其实要求不大。我们举一个例，虽然这个例很残酷，如果你是配偶两个，夫跟妻啦，不管你是夫还是妻，当你要死的时候，你会希望他继续活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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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还是希望他跟你黄泉路上能作伴？老实话啦，为什么死亡会带给大家那么大的伤怀跟恐惧？因为天人永隔，因为我已不存在，而对方存在，所以我会产生很大的情的那个拉拔的痛苦。其实跟色法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异地而处，对方要离开，他的色法将不存在，而你存在，你是不是会不舍于他的存在？是不是？他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意义？其实他的存在就是保障你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有关系法的时候，现在在讲眼对色啊，这个色是众生，眼对色它已经不是所谓物质无情的，而是有情的众生，基础上都是因为爱自己，都是放不下自身的色的执着。所以这里面呢，从刚刚眼对色必须同修意对法，里面还有身，这是身的存在的肯定，是不是三个一组就必须同修？
这个时候要破有情众生跟自己眼对色这一组的羞耻的时候，就是先必须看自己有空的正见，你自己要有空的正见，这是无自性的，这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色，对方也是因缘和合的色，对不对？那在自己和合的色跟对方和合的色里面，它是无常，所以在这个无常的这种无常观里面，对这个关系法的存在，对这关系法的存在，就比较能够抽拔。我只能这样介绍，因为关系法会变异，四大自己本身的这个色法也是存住坏空的，它没有什么两样。在我们修行的次第，因为每个人环境里面的复杂因素，所以常常对于物质的现前，也就是色的现前，无法抗拒，甚至于会去搜寻，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为了要保护啊，为了要做一些你认为有必要的动作，去维护你的城池啊，可能也要提高你想要的所谓品质，所以常常会有惯性的这些眼对色的探索。那建议同学隔离非必要之色，眼以色为食啊，眼睛啊，就是你要看东西才发生了它的作用，所以隔离非必要之色，让你的生活里面不要在物质上去探索太多，那跟成佛做主没有关系，跟了生脱死也没有关系的。第二个是空且平等的对待必要之色，要空又平等的去看这个色，就是你必须生活的东西。第三是单纯化，也就是色法与己的关系解读都要回归到单纯的生灭，所以要单纯化。如果你这一点没办法做到，你只是会要求更细腻的、更高的、更好的点点滴滴。好，那第四个是舍的意愿，就是要检核内心的粘附情形，你对这个色法的粘附情形。那这个我是建议每个人，你每天晚上要睡觉前，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搜寻你今天记着的任何图腾。如果你还记着某一些色法，也就是某些图腾的话，就表示你有放不下的，你有放不下的那种特殊的记忆，那这些都是必须去做整理的。这个时候是空的正见啊，生灭法啊，对不对？因缘法啊，这些法要都要很明确啊，很明确正念现前啊，去把它消化掉。所以要有舍的意愿。第五是只认习气，你必须只认每个人在色法上面有习气啊。这对于物质界啊、人啊跟物品当中，你都有你的习惯性。有的人他是多么的强烈啊，东西摆这样，你都不能改斜15度，你也不能挪位啊。那当然呢，我们俗语在说啊，像黑架架跌当天啊，那这是在讲规矩啦。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啊，行住坐卧当中要如法如律。那穿衫你我都要留好，穿鞋啊都要一箱，对吧？这个都是很正常啦。
但是呢，有的是已经达到吹毛求疵，好、哦，那我的碗盘就是爱生做多一型的，啊，那阮家的声就是爱有某一种格调，像这些啊，你就发现你对色上面的要求，就反映了你这个人的束缚有多少，对不对？啊、哦，那这种就是指认习气，这个习气都是用金钱。跟高品位慢慢去堆砌的，那这些呢？只是会让自己越来越不真实，他活在物相当中。第六，理性与自由的态度看万物，你必须理性的。当然，理性里面表达的是世间跟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只认空。的道理以及生灭嘛，但世间法的话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去看到这所有万物跟所有众生的关系，把这个关系跟这个万物的一切让众生自由去选择，那与自己是无关的。很多人在修行啊，自己对于色法上面呢、啊，眼对色啊或等等之后，就希望所有的世界都灰色啦，所有的人对于这些呢，就要跟你持同样的态度。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法执，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各有众生的因缘，那他在解读，他在看跟使用跟占有这些，自有他一条成佛大道。所以你用理性跟自由的态度看万物，比如修行人有些时候看到某一些自己认为应该或不应该的之后，就会要身边的所有家眷啊眷属也要跟你同样的该与不该，会不会有这样啊？是啊，那这个结果家眷都说你才奇怪。就变成你与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你在修行中，你在整理中，而他可能正在探索中，他在成长的过程是要去探索生命的一些现象跟色法的存在，那不一定他会落入那种黏腻跟那种解释里面。那第七个就是练习影像残留的涤除法，也就是刚刚讲的，你检核内心的黏附情形，每天晚上做有一点点时间练习影像残留的涤除。这影像残留的涤除最有效的办法是观佛。观佛。因为你在观想佛的时候，它是以色来洗色。我们众生的相很难破啊，很难破相，所以你对于相状上面呢，有两种处理法，一种啊就是物质的存在，一种就是解析啊，析空观嘛，到最后是空的道理嘛，缘灭的道理，这是用理下去的，这用理下去处理这个，当你内心对于这些的意涵完全清楚之后。你大概对这个眼对色的这个执着性啊，那个敏感啊，跟要抓取它的这意愿就低了。那这个低之后，这个东西不残留。那如果你已经残留了，怎么办？如果你已经残留了，那你用观佛的方法，因为佛是无是非，是圆满的，是报身的，这所有里面它具足了。不一样的意涵，它不是世间的那些五蕴杂染的情绪啊，所以它不解释那么多了，而你会从法要上面去走，先用这个相啊，先用这个相去破那个相啊，那当然呢，最后你再从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再从佛的意涵里面去提升呢、啊，去提升超越。你对佛像的一种特别的法执，这其实对这个色法，从这个
世间对色的执着到观佛，这中间还是很有趣的，有一些变化。那有一个人呢，他常常观佛的时候，就是观到他们家的那个佛堂里面的那尊佛，然后呢，他每次观想的时候，佛就会现前呐。那后来呢，他去参加了一些活动啊，那他就远离了家，远离了家。那在那个参加活动的时候，那里的佛像是特别特别的不同啊。然后呢，指导法师就跟他讲啊，你要用如何如何的入观。他怎么入观，都是跑出他家的佛像。因为眼睛一直看着那个法堂里面的佛像，看久了其实觉得很亲切，就有时候闭上眼睛来的时候就变两尊变两尊之后，他也生了一点点小小的烦恼，他说我要往生的时候到底要念哪一尊呢？就是这个是还不懂得观佛像的真正意涵，他已经把它相别化，只是用具体的某一种相，具体的某一种相来作为办法，而这个办法已经偏差了。观佛像不是为了把那个相储存。那这样对于眼对色有一些概念啦，那我们来进入下一个组别，叫做耳对身。讲到这个耳根呢，耳根是极为在耳穴内循环而住，它的形状像是卷起来筒状的东西，能够听闻远处的声响。然而这个声响如果逼近耳根，即不能闻，也就是很靠近很靠近的时候，它不能够听得很清楚，它只是成为一种噪音。同学，你有挖耳朵过吧？或是手指头放在这里，当你很靠近它去触摸的时候，它其实只有震动的声音，它没有办法去辨别里面的这个声音的频率。所以它声音啊，跟眼睛都一样，叫离中之，它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距离，跟眼根同为离中之，均取非至之境，也就是它不是完全贴合在一起的。那耳根呢，所接收到外界的声响，来认知它、了别它，是中间有耳室。而外面的这个声呢，也就是声尘，这个声尘呢有好几种。这个声尘在经论里面呢有特别讲到，同学做个解释，声有十一种，各个经论不一样啦，那他讲声有十一种，叫可意声、不可意声、具象为声、因受大种声、因不受大种声、因具大种声、事所共成声、成所引声、遍计所执声、圣言所摄声，以及非圣言所摄声。唯识论里面又加上响声，是十二种声音。基本上这个声音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什么什么的，这些对人类而言，其实它最基础上是有两个点来分野这个声音跟自己的关系。一个是这个发生的这个物体，发生的这个物体跟你的关系而已。如果这个发生的物体是无情的，你比较容易接受。
如果这发生的物体是有情的四大地水火风在发出来的这个声音，你比较有意见。因为如果是无情的四大地水火风发出来的声音，你可以离开，你可以选择性的离开啊。如果你住在这个铁轨附近，你可以选择搬家。如果你外界有很大的噪音，你可以选择远离。但这个声音里面呢，你可以由个人的可以接受的程度，对于声音有抉择性。那这个抉择性一般来讲跟福报有关系嘛，对不对？你住在比较山区，听的声音可能都是虫叫鸟鸣嘛，啊。你住在城市的时候，听的声音可能就是广告车跟车水马龙的声音嘛。那这些声音啊，因人的接受度而不同。这个存在啦，以人类耳朵可以听到，是介于多少分贝跟多少分贝，多少赫兹跟多少赫兹之间，它是有一个频的。那人是活在声音的世界，因为只要是有物体的存在，就会发出它本身的接触，所以就一定会产生声音。因为我们是地水火风的物质，所有外界的物都是有它的相状，纵使没有固定相状的水跟容器相触的时候也会发出声音，对不对？所以人是活在声音里面的。娑婆众生这个耳根超有用的，超锐利的，由它来引起烦恼，也由它来圆满功德，当然呢，由它来造作万端，也就是造作一切的结构，对不对？所以耳根的修持其实很难，真的很难。同学可以知道哈。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声有十一种，可意声就是你喜欢的声音，每个人喜欢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声音的对象才是你在乎的。今天一样有两只狗的声音，一只是你家的小黄，一只是隔壁的玛丽，你认得吗？你一定认得。听到玛丽的声音你会怎样？不怎样，诧喜，可能是不是这样？听到小黄的声音就知道，你看我家的狗知道我回来了，我也知道它欢迎我回来，一样啊。所以声音为什么会产生可意声，依然有关系法的存在，是不是？好，再来，不可意声就是不喜欢的声音。不喜欢的声音呢，就是无情的地水火风里面也有绝大多数的成分是这样的。比如太大的雷声，太大的雨声，太大的风声，太大的撞击声，物品的撞击声等等的这些。但是刚刚讲过可以离开，那最难离开的就是眷属发出来的不可一声。所以声音的属性来讲，其实是因为关系法跟内容，要修的是对于关系法的解读跟对于内容的解读，实相解读，是不是这样？所以耳其实是无罪，
身也无罪。耳跟身要读，要去修它的时候，其实要从这两个点，就是音的内容、声的内容跟发声的这个对象的关系法而来下手，对不对？因为你的意识很自由的在里面流窜，任何一个声音，你的意识马上呼应现前，因为声音比物质更难修，物质它有一个具体存在，但声音无相，你发出声音，它不会有一个声音，你要收进来吃进去才吃到声音，它声音没有具体的相，所以认知声音一定要心意识推向前，你才可以去接受到这个声音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声音的属性嘛，对不对？基础上会波动了你对于声音的认知啊，这个声音的储存是因为它的来源处以及它跟你的关系法。最难修的其实就是有情众生四大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啊，它具就是这个声音的内涵是什么，才是你真正在意的，对不对？至于它的高低强弱啊，男生女生，就男音女音，其实这些都是辨别关系法的一种参考值而已，它并不会有是非，它并没有是非。那如果是这个你所熟识的，你很在意的这个人，也就是发音的这个对象，他发出的声音是非常的高昂跟非常的强，其实并不是他的高昂跟强引发你对声音的敬放进去，而是他声音背后的那个内容才是你在意的。所以声音是内心状态的表述嘛，声音是不是内心状态的表述，你在意的并不是声相，而是在意他内心的状态。我们如果越了解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意识在这个所有的声音现前的时候都赋予了你个别的解读，而这个解读是所谓次刹那，对不对？马上无间缘，马上现前。那我们讲啊，这个声音要修它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如如不动，就是要断那个次刹那，马上现前，要断那个缘。就是你对于声音发出来，因为声音也是离中支啊，既然这两根都离中支，你就是得离中支，就是离中支，它反映出来就是你当你听到声音，它是一个状态的表述，不要对于高低强弱男生女生这上面直觉性的去接受它，而是对于它的内容，它内容的解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这个内容的解析，当然我们一般呢，在这个内容的解析还没有读到实相哦，只读到这个声音它内容表述什么，这是指外来的这个声音啊。外来的声音你会读得到，它是指令，或是抱怨，或是责备，或是要求，或是拒绝，当然负面的很多种啦。另外也有正面的，那就是赞许、情爱、依赖、阿谀奉承，也就是对你的褒啊。到底是褒的声音让你比较强烈的存在，还是贬的声音让你比较强烈的存在？
都是负面的声音，它残留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人第一先保护自己。说来说去，这六根啊，其实都是为什么出问题，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跟爱自己才会出问题啊，是不是？那你对人家说好的话，快乐一下下，对不对？啊，那你对别人说，别人说出来不好的话，你会痛苦很久，不是一下下，知道意思？所以这上面为什么你会痛苦？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因为你有心中自己对自己的解释，自己是值得受到尊重的，自己是好的，自己是不可被侵犯的。太多了，同学有没有发现呢？所以当你接受声音之后，别人内心的状态的表述，你是不是用自我意识去解读它？之后呢，马上把你解释出来的自我意识，用选择另外一个声音去表述。那个表述一定是对抗它，一定对抗它过来的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照单全收。你读到的是都是声音内容对你的讯息，对不对？是不是对你的讯息？好，我们在耳根跟声音里怎么修呢？把声音读出来，它对你的讯息的时候，把这个讯息保留放旁边，做参考，是读到他的需求是什么，回去去读他，就入他心，而不是取他的语。我们一般来讲，比如你是一个妻子啊，你是家里的女主人，今天是礼拜六，你去跟同学聚餐了。聚餐喝下午茶，应该晚上回来烧饭菜，那因为太愉悦了就忘记，也忘了打电话给家人，手机关了嘛啊。一进门的时候，你会听到什么？好，你哥咱也要回来，你吃饱了你哥咱也要回来，是不是责备？你吃饱了吼，是不是质疑？啊，你会记得你是什么人吗？你会记得你是什么人吗？意思要你马上回答，我是这里这个家庭的煮饭的人。是不是提醒你啊？这里面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会读到，其实只有一句，一百道腰。你刚刚读的是不是都是语言的内容？其实没有进入它，那是进入你。它发出声音的时候是对象是你，你只收到键，对不对？你应该无我的去听声音。你是空的，这声音过来保留它的实相是什么？七点，他肚子饿，我忘了做饭，就这样。所以实相是他肚子饿，我忘记要做饭。实相是这样啊，所以刚刚那些声音就不具备了杀伤力。它就不是要求，也不是指令，也不是抱怨，也不是责备，你也不用拒绝，因为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你是不是在这个声音的世界里，以这个沟通法
他择定的语词，他择定的语词是他的修为。众生择定的语词都是他内心的状态，但是他所使用的语词要表达的是实相，还是要表达是情绪，这就是他的修为，对不对？啊，如果说他说哦，你回来啦，七点，那请问我们今天晚上有什么食物可以暂时止饥呢？如果他这样回答你，他这样跟你讲话，你会怎样？啊，拍谁拍谁，我没给你，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直接表达状态实相？是不是直接这样？你是不是自然就不会对抗嘛？你是不是就回答啊？拍谁拍谁？我说没给你吃掉，哎啊，拿去买便当。那他如果回答你，好啊，那你买还是我买？就只有最后的答案是不是你买就是他买，这样子是不是叫没是非？是不是没是非？所以这个是不是叫缘起缘灭？是不是叫实相？是不是叫空相？一天都要吃三拜，要三拜，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声音里面是不是看这个人，这个对象，他真正是要传达什么讯息，而不是在他传达出来假借的这个语言呢，假借的声音像里面让自己轮回，这样才是所谓如如不动，而能够有作用，对不对？那讲到这个声音啊，也跟同学给一点点意见呐、啊。那不知道同学你可以怎么采纳？基本上我是这样学者的，就是用无我的态度去接收，用无我的态度去接收这个声音来的东西，那保持清净的觉性去读对方，去读他。当然有时候读他可以直接也读到他对我很生气，可是这生气你不能抗拒他的生气啊，你不需要去抗拒他的生气，因为那生气是他的啊。你如果是无我，你也没有收到那个生气的伤害，可是你知道他生气，对不对？那这个上面呢，就再来看到实相非语言表象了，他生气的因缘是什么？那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生气？有些时候其实非常可能是被误解的嘛，有些时候就是自己该说的话没说完，不该说的话说多了，这个时候就要用清净心尽量让对方了解。但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个时间空间的拉开嘛，对不对？所以现代人很容易玩这个游戏叫冷战，他刻意把这个拉开，当有一方关掉了，当有一方关掉了，这个声音就在那里回荡，他就要回荡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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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回荡都在哪一方？关掉的那一方。你哪一天不跟你先生说话了，表示你还在气，是不是在关掉的那一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声音的修为里面，
我们要懂得它很多错综复杂的表态，它很多语言文字内容，也就是直接表征于它的状态，这就是它的修为。而这个修为不可要求，在耳根的修持跟声音这上面，不能够要求任何一个人，不可，你要求别人是不会成功的。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想听什么话而说那种话给你听，那非常的不真实，对不对？所以呢，在耳根的修持法里面呢，要简化语言，也就是你对于语言的模式要有一些理性的过滤法。我建议你背一个24小时的 MP3 去录，你就会发现你一天所说的话或重复的话、无意义的话百分比很高。戏言很多，对不对？那你开始理性的去看到这些你自己发出来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明白对方啊，就是所有众生，他听到你声音的背后，他会误解什么东西。就如同你在听别人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你的耳根其实不断在批判一样，谴责、批判、排斥，然后把自己的状态表露出来，急于一刻之间要把它射出去，用自己的语词把它反弹射出去。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整理无我，消化之后再回应，能不能这样？如果能这样的话，成功有望啊，对不对？但该说的话一直没有说完也是很难过的，对不对？我讲的是如理哦，如理作意的话该说完，但是没说完是不是很难过？譬如要向人家对不起，你一直没有说对不起，你会不会难过？这叫如理作意的话，会不会？会不会难过？那他已经关门了怎么办？你就不断的，不用嘴巴说出来，可是心念里还是要把它说完。这是佛教我们的啊，叫回向，是不是？一念三千嘛。啊，要说的内容，应该的祝福，正确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合宜的环境之下，用另外的方式去把它完成。你这个声音的所有一切，你才会处理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啊，声音有11种嘛，里面的可意声当然是讲你纳受的喜欢不喜欢，这是主观去分辨。不可意声也跟自己的标准值有关。具象为声，就是也非可意也非不可意，处在中间值的声音，没啥要紧啦，没紧啦，这样子啊。音受大种声，就是有直受大种音之声，就是有情众生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语言啦。音不受大种声，也就是无情的大自然的声音啊，风吹树叶的声音，流水的声音
啊等等的这种声音，因具大众生，就是有情众生跟无情的四大所合并发出来的声音啊，比如人的手去拍打一些无情的东西所产生的声音。但这个里面又有分这个人带着情绪或不带着情绪，对不对？门是不是就是地水火风无情的？可以这个人去把这个回家的时候把门很用力的关上，表示什么？哎，表示内心的不满跟情绪，对不对？所以这个因具大种身里面就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啊、那这里有一面鼓或有这个琴，那你来拨动这个琴弦打鼓来做供养，是不是有手这个身引发来打这个鼓，产生里面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因具大种身？所以这里面就